通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接通。飞机由你来操纵。飞机我操纵。腾飞，继续负责通讯，注意守听。是，注意守听。今儿天气不错呢，而且这个高度巡航也不怎么颠。你想说什么？能不能让我上座飞一会儿啊？腾飞，你想让我违反规定啊？飞行时间不足300，你就别想上座。老机长，我就差77个飞行小时了。差一分钟也不行。哎，到300个小时我都老了，您就不能破个例吗？飞不到300个小时，你想都别想。注意守听。是。先生，您喝点什么？不用。前方有颠簸，注意控制飞机的状态。明白。与管制员联系，由于颠簸，申请上一个高度。广州去调，南国9833，我们遇到中度以上颠簸，请求立刻爬升到12000。要不要停止发放饮料？驾驶舱没有通知，现在飞机已经平稳了，没关系的，不用停止发放饮料，接着发吧。Are you nuts？ 广州去调，让我跟他们说，这些笨蛋。Sir, this is number 9833. We met a strong airflow, and the passengers didn't feel comfortable.We request from the altitude of 9,000 to 12,000 feet. 12,000 is our altitude. We must fly below our road and altitude of 60. You can fall down to 6,000. Sir, please, there's another one at 60,000. It's your business. You damn nuts! With them plane, it'd be broken as flying hair, right? I know you are pushing me through.Lucky word. 他们马上就会让出高度，我太了解他们。Sir, if we keep away from the airflow, we will go back to 9,000. I promise. Okay, I'm doing it. 机长，搞定了，老外已经乖乖上去了。腾飞，通知客舱，飞机准备爬升。明白。暂停送饮料，控制餐车，马上进行安全检查，注意保持微笑。大家不要惊慌。请在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气流很快就会过去的。什么？餐车滑脱？怎么回事？刚才爬升的时候，餐车滑脱了，
有些乘客的情绪很不稳定。要不我出去看看。刚刚都怪我，我实在抓不住餐车，太重了。没关系，以后一定要随时留意客舱和飞机的状况，这样有意外情况的时候才能及时恰当的处理呀。我知道了。舒玲姐，德飞，刚才乘客们有些紧张。好，我去看看。大家好，我是本次航班的副驾驶。你们这飞机是怎么开的？是不是想要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颠出来呀？我们遇到了强气流，颠簸是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但我还是要对飞机刚才颠簸给大家造成的不安道个歉。本次航班的机长是我们公司资格最深、经验最丰富的机长，请大家放心。谢谢大家对我们全体机组人员的支持和理解。感谢您乘坐本次航班，下次旅行再见。感谢乘坐本次航班，再见。刚刚开完会，下午还开什么呀？新官上任，怎么也得考几个红薯吧。我觉着他就是昨天飞机上的那个人。哪个人？我在飞机上可从来不看男人。你是从来不看经济舱的男人吧？腾飞，下午的会议我不用参加，本小姐有飞行任务。老师，方总，老师。总部命令下得急，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就是昨天坐您的航班回来的。好啊，好啊。刘姐，请给我2376的飞行资料。哎，腾飞，没通知你吗？什么？怎么了？你的飞行被取消了。什么？取消飞行？为什么呀？方总，这是上周总公司的协作会议记录。我来之前已经看过了，还是机供品的问题吗？告诉他们，我们要给乘客提供最好的餐食和机供品，不是给自己提供方便。哦。周一之前把新国际航线的试航证、电台证、国际证资料交给我。方总。方总，下午会议上对一些人员处理意见，您是否再考虑一下？你们客舱部的量化考核制度不是我制定的，这件事情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你还有别的事吗？没有了。方总，姚机长，昨天我们在向管制员申请高度的时候，12上的飞机死活不肯让。我知道。方总。方总，你为什么取消我今天的飞行？你还是先好好检讨一下自己昨天的飞行表现。我昨天做错什么了？我不明白。如果你不明白，那就更有必要取消你的飞行。方总，管制员投诉，你在和外籍飞行员对话的时候，用英语说粗话，还不赶快检讨？昨天我们遇到强气流，飞机颠簸得很厉害，上面的外籍飞机死活都不肯让出高度。要是不马上解决问题的话，那昨天还会有乘客受伤的。就不知道我错哪儿了。再说了，人家外航飞行员也没有提出投诉啊。一个飞行员在飞行中的一切行为都是飞行综合素质的表现，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在执行航班任务的时候，你作为飞行员擅自离开驾驶舱跟乘客合影，这是什么飞行教官教你的？方总，方总，你不能不讲道理啊！我昨天回来就为今天的飞行做准备了，我还下载了今天四个航段的所有航线资料。你不能就这么不让我飞了。喂，是不是因为停车场的事儿？你没那么小气吧？
二三七六航班执行哪几个航段？广州到沈阳，沈阳到西安，西安到贵阳，贵阳到广州。第三航段贵阳机场因为天气原因不能降落，你建议机长在哪里备降？首选昆明备选桂林，第三重庆。桂林机场周边地形：丘陵地形。跑道长度：3500米。当地气候特征：亚热带气候。下午2点开会，别迟到。 我跟大家已经见过面了。我有幸乘坐了一次我们分公司的航班，看到了我们一些员工的敬业精神。但是如果没有严苛的纪律保障，这些敬业精神也会变成不负责任的盲从。太老套了吧！这是我昨天在公司的安全事故自查网页上看到的一位乘务长上传的自查报告。这份报告认真总结分析了一起餐车滑脱差点伤人的原因。 也就是昨天发生的9833航班上的事故，我现在宣布就9833航班事故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决定。乘务长舒林通报批评一次，乘务员艾珊珊停飞2天。9833第二副驾驶腾飞在与外航飞行员沟通中讲粗话，在客舱停留拍照停飞3天。 从明天开始，由安监部门组织全面的安全规范生产大检查，迎接黄金周的客运高峰。来了，来了！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老公，什么事让你不开心啊？怎么了？方坤回来了。 方坤是谁呀、啊？